不会的，崖墓是白霍尔的出没地之一，他肯定会去的。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对崖墓这么执着？好像从一开始就希望我们去崖墓调查。因为白胡儿确实被很多人证实会在崖墓出现啊。而且我为什么要骗你们呢？不说实话，没人能帮你。好吧，是我一开始告诉叶老板，白胡儿就在崖墓的。他丢下我们自己一个人就过去了，然后就失联了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我怕你们知道真相后会跟我要说法，这样华表墓的事就没办法继续了。而且叶老板他那么厉害，不会有事的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太自私了。崖墓那里到底有什么？为什么刻意引导我们过去？有什么你在意的东西，对吗？芦苇花的寓意也很有趣，代表自尊且自卑的爱，看上去矛盾，但想想也倒是合理。对于这样的事物，你是怎样看待的？你是这样想的吗？也确实有些道理。矛盾的事物能存在于世，本身就是力排万难了，周围大多麻烦不断，在远处欣赏也好。
这么说，你哥也坐了这艘船？没事，一起去吧。苏琪，你们怎么……好，苏琪他是个怪人，他是施工队工人的孩子，那个时候在放暑假，他父亲就带他一起来了，我们经常一起探险，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他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，总说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特别是那个白狐儿，他居然说是他的朋友，别的小孩就传他是怪胎，都躲着他，家长也不让自己孩子跟他玩，他就只有我了，但我们的感情特别好，我虽然不喜欢有特殊体质的人，但我对苏琪是真心的。我真的对他嘴里的朋友没什么好感，一个是这种事情谁能确定真的存在呢，还有就是我妈去世的时候也有人说她的状态奇怪，像被什么东西附身了一样，传闻越传越夸张，搞得我和我父亲只能搬家，好笑的是最后我父亲还是因为这种异常事件没的，我们又继续被说闲话，就好像宿命一样。这种事情信了自然是宿命，不信就当听了个笑话，宿命都是作茧自缚的说辞。那是你们没经历过，你们体会过父母一个个离去，自己连该怪谁都不知道的感受吗？所以你在怪白狐儿？我之前当地人说这个地方有问题，跟这里扯上关系的人都会倒霉，我父亲不信，而且他也是好心，这地方一直没人敢来开发，附近的居民也过得不好，他想着要是自己成功了，大家也都能舒服一些，但白狐儿恨他拆掉了自己的家，就制造事故缠着他，终于让他疯了，选择了结束生命，可笑的是包括我的朋友苏琪在内都觉得工程事故是我父亲决策失误，而不是白狐儿的错，苏琪是能看到他的，怎么能怪我父亲呢？出事后你们联系过吗？没有试图解释过？没再联系过了，苏琪他因为我父亲的事情迁怒我，不愿意跟我玩了。你们别太着急，先确认下有没有危险再上去吧。崖木公园，在山崖上凿山为墓，放置棺椁，是某一时期贵族流行的墓葬方式，通常一座山上会有几十座这样的墓地。
怎么回事？哥哥姐姐，声音好像来自第二层，左属第三个崖木。哎，这个地方，先忍耐一下，到了就放开你。好，那就抱紧了。声音就是从这里传出的，看一下照明。看苏琪所刻的自己，他已经原谅了陈信，并且内心期待和好。心字只刻了一半。不是已经那天也是这样，那天也是，你被埋在了墓穴里，这不怪我，不怪我，都是他，都是白狐儿眼睁睁看着你被活埋的。你不是说白狐儿是你的朋友吗？还说我对他有偏见？可他如果真把你当朋友了，出事那天为什么不去救你？说不定崖墓的坍塌也是他造成的，我们的父亲拆掉了他的家，他肯定也很恨我们。你该去报复他，跟我没关系，你别找我，放过我吧，苏琪。苏
怎么觉得像一种情绪啊？搞不懂。牧城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事了，这也是你哥哥在调查的时间。他是不是因为怨恨我才不愿意离开？我对你们说谎了。你们不是问我们后来有没有联系过吗？我们后来和好了，在父亲去世后约定好要守护彼此，但是在去崖墓探险的那天发生了意外，崖墓坍塌了，苏琪琪琪没有跑出来。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我求白虎儿救救他，我说你不是他的朋友吗？为什么不救救他？是华表木。张华的门客给他出主意，说楚昭王墓前的华表木可以使千年的老物显形，看来是信了什么不该信的话。其实我是托懂这方面的朋友从一个收藏家那里打听到的，只有华表木能让白虎儿显形然后除掉他。他说对面的崖墓公园运气好的话会有这样的华表木，我不敢自己去，就只能借做节目的借口顺便找叶老板帮我去找了。越是危急的情形下越能把握住机不可查的细节，叶子言虽然十言九虚，但对你的评价却没有半点虚假。这地方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对，我记得叶老板一开始就是冲崖墓来的，他走得很快，我叫他也不理我，嘴里一个劲儿念叨着什么，跟中邪了似的。后来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我就没意识了，醒了就看到你们了。不用怀疑自己。